吃吧，白菜。辣椒，藕片，美豆腐，老坛发酵很软的，下饭特别的香。
酸菜滑肉，好些天没吃了。这道菜平时没有胃口的吃一下，真的是开胃啊！酸爽开胃。哎，我放了一点点那个豆芽啊，在里面，好嫩。不会做的，姐妹们，酸菜鱼、酸菜水煮片，那个包装袋上面都有详细教程。而且瑶妹也发过视频的，你们可以作品往下滑一滑，翻一翻啊。这个做汤类特别的适合。像你们这个哈，姐妹们，酸菜的话，平时要是拿回家炒来吃的话啊，做汤类比较适合炒来吃，就必须要多洗几遍，因为它是咸口的。你煮汤要放水进去就不咸了嘛。味道就刚刚好。这个汤泡饭也是一绝。好吃。有喜欢的幺妹把链接挂视频下方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鱼酸菜是免洗免切的啊。酸辣生姜下桌，这个酸辣生姜250克啊，它是微酸中辣的。目前啊，双十一活动。给大家一瓶的话优惠2块，明天晚上就结束了啊！喜欢的可以拍单去尝尝，下桌下饭啊都可以。刚刚有人打电话来了，又卡了一下。都是用纸浆去做的。
这个酸辣生姜它是很少做活动的，开胃又下饭啊。